你这个变态，早就来这门的房间闻烟味，足恶心的呢。哦，你嘛袂想好无？我是来替林志文换新的床巾，啊，我有喷一挂香氛，是讲哦，认真鼻看卖，想过刺激袂啦。你敢找你？啊，我都啥物无做，是要找啥物理由啦？还临界学我送今仔日请假，所以我毋才想讲哦，打工一下，啊，加找一下外劳来。 啊，都共每一间房间啊，拢摒扫过啊，安尼尔啊，啊，真正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借床巾，啊，可以啊。你是要叫我洗啊？我你若感觉洗就可以洗啊，你若毋感觉洗就床巾毛，等你个房间，豆豆片，安那片咱幻想讲林志文搁倒来你个身躯边，甲你长甘袂甜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免甲我洗就是啦。 是你小弟啊，嘿呐，看起来这么好呆的，搁要跟人学拍电影，我看哦，你叫伊转行啊，莫跟人食迄刀饭。蔡玉茹啊，这个嘴巴啊清气啊，有啥不管你针对我的话，莫讲台湾小弟的用的无？敢不是嘞？ 你家己的巴肚就饲袂饱，竟然佫甲送出国去学电影，敢袂是无彩钱啊？还佫有啊，你叫林志文替恁小弟申请奖学金的代志，我拄仔好伫边啊啦。原来你是要找人私下恁小弟，毋才来恁家做月嫂。甚物咧私下哈？人阮小弟本身就做有才情的，而且伊嘛做拍拼的啊，莫甲话讲甲愈歹听啊！ 你若无甲伊听，你会当出去啊？惠利志文已经替你甲代志处理好势啊，奖学金的代志，恁小弟绝对拢有份啊。你无伫达成啊？那恁你会当换一个搁较好个的人去遐骗食骗啉吗？是讲哦，恁小弟的奖学金就爱靠你啊！你甲我讲恁小弟偌本事，我才不爱信。这种白贼话哦，你留咧骗家己。蔡小姐。 你想好甲我回事嘞？我想到都爱甲你回事嘞啊！你公司人就叫人回事嘞，敢袂想好笑啊？哎呀，哦，讲你是一个千金呢，啊，不过看你安尼，讲话无气质，佮无家教，无彩啦，恁爸母互你一个遮尔好的环境，像知影你出事来，是要甲恁爸母下面住的？莫讲连阮爸妈，那你连拄则对阮姐伫讲遐话，收倒去啊！ 我着亲身甲恁爸妈回信嘞，安怎无？讲甲恁娶家公妈，我嘛会用的。你，回信嘞？你真可怕啦！你讲袂赢啊！着想要去卡动手，你真正有够好笑的，你敢回信？无可能，是你来甲我回信嘞！你试看卖，我甲你讲，你讲，我死你，我来甲你回信，我来甲你回信，你来甲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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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
小对我小弟无礼貌啊，而且是伊先去对我去下动手的。你敢无去讲着我爸妈？你若唔讲，是你先家己后背吃醋哈，笑死人个！哦，恁两个已经离婚遐尼久啊呢？哈，啊你搁甲所有报的拢当作是情敌，下有想伊要倒去你的身躯边哦？无啦！你敢讲你无孝是志文？哦，我已经讲八百件，拜托，我来这是吃头路领人的薪水的，好不好？不是来这让你怀疑东怀疑西，无安尼啦。你若真正这么想要练拳头舞，莫让我在这歹做代志。等我下班啊，吼、哦，安那拣别个所在，我陪你点高机嘛。既然敢安尼对我讲话，你哪能敢哈？哎，真正是笑破人的嘴呢，你还不清楚呢？你即马身份已经无同款啦，你是林家的人客尔，啊，我是来林家吃头路的人，我薪水嘛不是找你领的啊。讲一句较歹听，咱大家超好平啦，咱两个哦，拢应该遵守人林家的规矩，听有无？好啦，别去。啊，我无法度啊！啊，伊若讲我，我要安怎欺负我，我拢会忍的。啊，伊若讲到阮小弟，我啥物事拢无可能忍啦。
好啦，我知影啦。你若不用刷哦，请先离开啦。我有话哦，要甲玉露讲。好啦，好啦。志文，我知你也是上疼我，因为你付出的人是伊，不是我。玉露，真正无应该哦，佮甘咪去冤家。你是唔甘伊，还是唔甘我？我无唔甘想，我敢若希望这个家当平平静静，真无简单，这个家才平静落来啦。佫无希望你佮倒来厝内，佮掠去风波出来。莫莫乎我对你的关心，是一个错误。我拜托你，莫乎我这款的感觉。你对我真正无感情啊？我是来当作是朋友，关心嘛，只是朋友之间的关心嘛。若要像像英顺同款，那是无可能。志文。你嘛是这种表情看我啦，我无度啦，因为我真正拢袂记，嘛记袂起来。我的记忆是停留伫咱才倒来台湾尔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咱俩感情真好。别拢过去啊！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代志，我确实是袂记的。啊，不过呢，对你的眼神看起来，我真正伤到你的心吗？因为在我印象中，我毋捌看过你有这种表情，所以我感觉我对你真抱歉。你无这个印象，阿你嘛好啊。等到我看你即马，我是替你欢喜，因为过去啊，会乎你真痛苦。虽然一开始是我受伤，但过后来，你所受的伤是比我更加大。我即马非常的矛盾，我希望你会当恢复健康。不过你的病情若好，就表示讲你已经恢复记忆啊，所以你来去面对你的过去。到时阵啊，我足惊你袂堪的。我无遮尼侪矛盾，是因为我拢无记忆啊。我敢若知影，你对我真好。无论遇到什么代志，你拢同款对我这么好，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我还够真分。不管是朋友情，还是同情，啊，不过目前，啊，不过咱目前是安尼。嘛真好啊，因为我会搁较打拼，会当将你救倒来我身躯边啊。过去的痛苦，我搁安那打拼，我拢无得放袂记，嘛是我一世人，有可能拢无得摆脱的。你对我的反背，嘛是我一世人。最痛苦的经历，是嘞。唔免啦，对一个过去拢记袂起来的人，回事嘞是无必要的。哦，这代表我对你的关心。我知你一直对我真好。等到我有法度把你对我的感情的时阵，
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弥补。唔免啦，你啥都不要来记住我。我最希望你永远无法度知影讲，我是安怎要记住你。好啦，我要出去讨些开，你要趁早去客房歇睏。囡仔交我，这都无你的代志。小丸子，我姑婆来了，把鱼抓紧紧，我们一起对抗坏人。看起来有人无珍惜家己的性命，来，囡仔，快！你做啥？你就是神童的小弟对不？哦，你真正跟大家讲的同款，甲神童差足济。啊，一人一款命啦，我有我的路线，我有我的 style。你是想要叫呀？对，我知影伊足赞，我的眼光吼，一向拢真好。伊你没来叫，伊想要创啥？来抢囡仔啊！我甲这是志文懂的啊，所以我唔才紧走出来。就算讲交往前无要紧啊，因为在一条避过监视器，啊，不过伊绝对躲袂过太初晚睡。明明无可能，让你爹再伤害人。你的所作所为一定人神共愤，你若阁唔知影悔改，天就都会修理你。